这边我们看一下啊，是昨天晚上9点15分，纽约皇后区的天空，哎，那变成这样来了啊，这个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颜色，蓝颜色，哎，对，蓝颜色啊，变成这样了啊，这样，变成这样了啊，夜里，那个9点15分的时刻啊。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外星人了，外星人对着天空把照着天空打那个光线打那光线打那光线呢是对着天空的这个就出现了这个颜色然后这个光线慢慢移转了一个方向移向了那个大雕像那个地方移向大雕像那地方一开始是这个方向，然后呢换成这个方向所以他们就看到的天空就是这个颜色原来是外星人天空同以前的一样的，就是让天空当中放电影打的光线好，知道了好，知道了好，再见啊，再见啊，再见。